现实中，人们经常会因为不小心的失误造成一些损失，有些失误造成的损失很小，然而有些失误会让人付出昂贵的代价。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造成很大损失的失误。下沉的千禧塔。千禧塔位于美国旧金山，高197米，是旧金山整体第四高的建筑。大厦建造时地基的混凝土桩深度只有27米，然而由于旧金山本身的土质松软，27米深的地基并不能保证大厦的安全。2015年，大厦开始出现沉降和倾斜，截至2016年，大厦已下沉41厘米，倾斜5.1厘米。研究人员表示，要想保证大厦的真正安全，需要将地基打到90米深的基岩。如今大楼的开发商正面临诉讼。据报道，现在最完整的解决方案需要花费大约5亿美元，这比整座大楼3.5亿美元的造价还要高。阿普斯号货轮事故。超载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通常情况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超载的货车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如果超载的是轮船呢？2020年，日本的万公司的货轮阿普斯号在太平洋海域遭遇猛烈的暴风雨，产生的风浪导致船身剧烈晃动，最终导致集装箱脱落。事故造成约1816个集装箱落水，创下了2013年以来最大的无人员伤亡的海损事故，损失赔偿或超过5000万美元。事后有船长表示，近几年航运业野蛮式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集装箱船越造越大，船舶装载的集装箱和货物越来越多，轮船公司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对超载的船只投巨额的保险，但是完全没有考虑船员的生命安全问题。丢失的比特币密码。这个叫斯托凡·托马斯的德国人，10年前获得7002枚比特币，并存储在加密硬盘中。如今比特币涨到了每枚38000美元，这意味着他拥有2.6亿美元的比特币。遗憾的是，他忘了加密硬盘的密码。这种硬盘给使用者10次输入密码的机会，他已经输出了8次。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自我怀疑后，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托马斯说，这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已经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也完全放下了这件事。墨西哥湾漏油事故。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所租用的一个名为深水地平线的深海钻油平台发生井喷并爆炸，导致严重的漏油事故。这次意外造成11名工作人员死亡以及17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每天平均有12000到10000桶原油从钻井平台下方的一口井涌入墨西哥湾。漏油事故附近大范围的水质受到污染，海洋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2015年10月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英国石油将以208亿美元的代价与美国政府和解，彻底解决此次漏油事故所有的求偿。208亿美元的和解代价刷新了美国司法当局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个案和解金额。迄今为止，英国石油公司在清理环境和经济损害的处罚方面成本已超过540亿美元。最贵的一口可乐。罗纳尔迪尼奥是世界足坛中的传奇巨星之一，现为巴塞罗那全球大使。自2010年开始，罗纳尔迪尼奥就成为了可口可乐的签约代言人，每年能获得多达75万美元的代言赞助费，合同到2014年到期。2012年6月，在参加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小罗随手拿起发布会桌子上的一罐百事可乐喝了一口，完全忘记了自己与可口可乐的合作关系。事后可口可乐立即与小罗提前解约，小罗也因此失去了2年约150万美元的代言费，堪称史上最贵的一口可乐。不论是因为建造之初的地基不牢，还是随手喝的一口可乐，事后看来这些失误似乎都能避免，甚至不那么可能会发生。可现实往往就是这么荒诞，我们能做的就是引以为戒，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哪个失误最令你印象深刻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